Magic Pro 針對車用市場推出 T10 多功能起動電池，整合了電筒、移動電源、安全槌、汽車啟動電池四大功能於一身。內建10,000mAh 鋰電池容量，還附連過光能線材，可以節省佔用車廂的空間以備不時之需。在汽車電池沒電無法啟動的時候，也可以自救。Magic Pro T10 的外觀和具備防衛功能的金屬電筒差不多，用了鋁鈣合金一體成型的設計，握把位置設有坑紋防止滑手，尺寸大概是 21.5×6.25×5cm， 重量大概 610g， 不會佔用太多的空間。它的主要用途是為汽車提供電池起動，用了嶄新的智能電子電腦，還配備 10,000mAh 高倍率聚合物鋰電池，具備防短路、EC5 輸出短路、輸入端低電壓、過電壓、過功率、40秒預時消除餘電、無火花全保護等的安全保護功能，還提供防塵防水的特性，特別在尾端夾了直膠，可靠耐用。 T10 附連一個智能的鱷魚夾，提供 EC5 起始輸出電流 12V200A， 峰值達到 12V400A， 可以為一般 3000cc 的電油車和 2000cc 的柴油車在電池電量不足的時候提供應急啟動。使用的方式非常簡單，只要正確接上汽車電池正負極，就可以為汽車提供啟動電流，每次啟動需要相隔3至5分鐘，以確保電壓回復到正常水平。智能鱷魚夾具備防反充電路，保證啟動的時候安全可靠。 Magic Pro T10 堅固的鋁鈣合金外殼，加上前端以軍用波浪衝突頭的設計，除了可以用來智慧防護之外，緊急時候可以用作安全材打爛車窗逃生。前端設有 8W/1100 lumens 的 LED 白光火粒，可以提供長時間的照明，設有強弱光、快閃和求救上行模式，可以在緊急的情況作出 SOS 緊急救援信號。一物多用正正是 Magic Pro T10 的賣點，它還內置了 10,000mAh 高倍率的聚合物鋰電池，可以充當行動電源使用。 T10 尾部提供了一個 USB 接口，支援 5W 2.4A 電流輸出，可以為行動裝置提供後備電源。包裝附連了一個英規 AC 插頭和車用充電轉插，分別提供 AC100-240V 和 DC12V 電壓輸入。 Magic Pro 的產品一向將安全放在首位， T10 已經通過認證符合國際安全標準，還具備高耐熱、防過流、防短路和防過溫等保護設計，大大提升產品的安全性。同時 Magic Pro T10 還附送便攜袋和尼龍拉鏈包，收納就更加方便輕鬆。